纽约第三十届香港龙舟节热闹回归。7月30日星期六，7月31日星期日，一连两日，上昼9点到下昼5点，在皇后区可乐拿公园盛大举行。AM 一四八零、AM 一三八零、华语电视、牛电视全力参与。AM 一四八零在上昼11点到下昼5点作现场直播。一年一度纽约市的盛事，纽约市香港龙舟节。7月30日星期六，7月31日星期日，希望有你的参与。